At least. MDI 模式。 切换到这个界面，输入 M200 分号执行，对刀完成。 数值会自动过来，这是五号刀，十号刀，还是在 MDI 模式下，输入 G43H5， 启用刀长，执行。 好，执行直接数值会变化。在这里的时候不能按复位，不能按复位。对，按复位就取消掉了。现在是首轮模式，到弓箭表面。这边大概是好，已经到弓箭表面。 值超过了，累加，确定执行，好，绝对坐标是零，对，现在按。